my many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Dana. I'm going for one more day of a 100-day project in 2023. It's my day 59, but it could be any day for you. So come on in. 各位地宝们，欢迎进教室哦！我们今天来到了第59天，每天都是欢乐的一天。跟各位讲一下，今天59天，您看的是直播吧？看的是首播，首播是晚上8点会有，每天都会有首播的影片哈。如果你要看直播，是在4月份的每周三上午的9点35分就可以跟我在线上哈啦。但是如果你看的是首播的8点影片，一样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互相跟地宝们聊天哦，非常欢迎你们进来聊天，聊聊天，讲讲话，心情也会很好哈，跟同好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你看的是回播的影片，没有关系，你一样可以在 YouTube 的下方留言给我一样会开心哈，老师会找蒂娜，会找时间呢回复你们的留言，非常感谢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59天，请准备好你的纸砖，我们要准备进教室咯。来，59一样是咖啡砖，我们咖啡砖会走25天、哦、跟之前的是相同的。如果你用使用的不是咖啡砖，或你手边有任何合适的材料，其实都可以使用，不一定要跟我相同， OK 吗？那我们一样要甩出今天要画的图案，希望可以甩到一个新数字哦。 Are you ready? So let it go. 因为我这个是有20个面的这个骰子，所以其实是要骰重复应该是比较少哈。来8号，可是到后面就有可能，因为到后面我们有很多数字可能都已经骰出来了哈。8号是什么呢？1234567，哎呀，我们的新花儿，花掉的心会归我，心会归。来，我们来到了8号哈，今天要来画8号，就超爱画8号的。不是超爱画杏花的啦，哎呦喂啊！来，8号是杏花 ，OK。今天杏花要怎么画呢？我今天杏花想要画有梗的，可以吗？好 ，OK， 好。来59号，然后杏花有梗，所以梗呢会从这些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好哈，上上下下，好吗？可以哈。然后我可以画这个白花白的，也可以画黑的。这样子 OK， 好，穿插好来，那我们就开动咯。先来画一朵大的杏花呢，它是4个爱心，但是其实这个爱心呢，我在画的时候呢，它是各个方向4个方向的爱心，然后我通常会把这其中的2个爱心呢把它叠在一起，所以会有点像这样，而且真的有点变形，有没有？本来是4个嘛，然后这边会有1个，然后再来最上面的这个呢，它是只有上半部，其实这个爱心才很大，是这么大的。OK， 那我们只画上半部，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一个。OK， looks nice。然后我给它一个梗，好，那因为我想要在下面这边再加一个，所以这个梗有可能会弄到它嘛，所以我在这边再画一个。其实我们在画花的时候，大小是可以不一定要一样的。因为花本来就是有大有小嘛，对吧 ？OK， 而且有不同的方向 ，It's beautiful。那我在这边呢加一个梗 ，OK， 就可以让它有上上下下的感觉。Looks very nice, I like it 。自己在那边讲，自己讲得很开心。来，我在这边再加一朵，不同颜色的。因为其实花本来哦，有些品种不一样，花朵本来就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颜色哈、哦，是很正常的代志哈。你可以拥有不一样颜色的花，所以你也会有不一样颜色的梗。OK， 我就觉得这边还想要再画，再加一个，可以哈、哦。它就是会，你就可以一直堆叠啦，堆叠出你喜欢的。Maybe I can have a small one over here.白色的小白花，所以你看我就有很多层哦哈，我有1层2层3层4层不同层的，也相当的好看，对吗？
有前前后后的感觉。其实我这边应该会有个梗，但是这个梗被它遮住了，这样可以哈，可以哈。好，来，我来加一个白色的在这里，大的。其实有时候人家都是加那个小的在上面，但我都是大大小小都有，看感觉。那天感觉来了就 OK。 好，那我这边是会有个梗，但是我这中间可能还会有花朵，所以我想要中间再来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边或许再来一朵 OK 吗？好，叠在一起也没关系，反正呢是可以互相叠的 OK。可以叠来叠去没关系，这两朵方向是一样的对吗？这边再来一朵不一样方向的画出来，那我这一朵其实就折在这里了哈，折在这边了，其实是看不太到了对吗？好好，这边我想要再加一个。所以你的花朵呢是可以有大有小哈，有上有下哦，可以自己喜欢那个感觉看是什么，我觉得是都可以很自在的。我今天就都走同一个方向了，因为59是这样。我本来有时候是会我这个应该是要留下来的，这个白色，所以我不应该穿过去哦，我想要把它留下来，因为这个白色原则上它本来就有讯息在里面哈，是有information 我要留给大家的密码。如果有看到我当时有分享的人，可能就已经可以看到我的密码在哪里了哈。有没有看到其实我画的也很简单，就是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都相当的轻松简单，它也不复杂。当然我们还可以，你们还想要再加不一样的这个是 OK 的，比如说中间还想要穿插别的图，我觉得也是 OK 的。好，我这边再加一个，小小的，所以我这个梗在这边就有了。我接下来就是要把我的梗给拉一拉，假设我没有要再加别的了，那我现在就可以来拉我的梗。我这一朵的梗呢其实是可以在这下面也 OK， 那我这边有一朵这一个梗是存在的在这里，我要把它拉下来 OK。 其实你的梗你要想要拉到最下面是都 OK 的哈。那我这一朵呢白色的我的梗是在这里，所以我要拉下来是合理的，合理的哈。那这一朵呢其实是有一个梗在这边的，如果硬是要拉呢，我可以从这里拉，我可以从这个，因为它的角度是这样，我可以从这边拉，这边还是可以拉一条，所以这边还会有一条。好，它就是有穿插堆叠的感觉哈。那其实我们假设你画的都是同一个颜色，你就可以把就是这些封闭式的空间其实是可以涂黑的，也是相当的好看。这边的梗已经被遮住了，但这个梗还在 OK。 我觉得我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画一朵比较小的感觉呢，就让它在这边穿越，然后这边 OK，所以它这边还会有一个这边感觉这线条可以画出来，穿越很多哎、欸哦、很棒的感觉。所以看到我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呢有我的新花、哦、往同一个方向去做增长，然后不同的颜色，我觉得这样也相当的好看、哦、那你在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些空白的地方我想要把它给填满， yeah, maybe I can do that。 你也可以不填满、哦、都 OK 的。如果是同一个颜色去填满就会相当好看，就是同样都是黑色、啊、你都把它涂满我就觉得会很好看。那因为我们这中间有
不同的颜色去堆叠，所以不见得我涂黑是最好看的。 I'm not so sure, but I can try a little. 我可以把某一些空间呢稍微做一下装饰，可以的，我就做一下，做一下这个堆叠哈。这边都有弄到了。 Okay, so that's about it.非常的好看，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下很快速的阴影。其实阴影的话，你每一层你都可以上阴影，看谁先来谁后到。好，那你也可以呢，阴影只上在花朵上面的这个花瓣也可以，就是你看到的是一整个大空间呢，还是你看到的是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我们先画大空间好了，因为大空间是一定会存在的。至于那个小细节呢，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你要怎么样让这个小细节呢有呈现那个立体感。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至少你在每一朵花跟花之间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交代，然后我们在这个交叠里面再去找出一个简单的对比，让图腾呢，就是花朵跟花朵之间呢，可以有一个相互的空间去呈现。OK, 来，我这边有加了一些简单的哈，简单的阴影，阴影也不需要，就是每一个人想要的浓烈是不一样的，跟咖啡啊、情感啊、这种口感啊、自己喜欢的 flavor 啊是不太相同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哦，对了，地宝们，如果你们想要上色，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来上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可以上这个？或许这个我们可以上一点红色 ，maybe I don't know. Yeah.Looks pretty nice. Okay, yeah, looks great. 就是你去加一些你想要的哦，然后你在这颜色上面呢，你的轻重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阴影的感觉。好，所以你的渐层感啊或什么其实都很重要。好，像我这个是有上，对不对？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外围的地方再上一下白炭，那这朵花呢，它的感觉就会有红红的又有点白白的渐层， which is pretty nice. OK, 然后我在它的边边这边的交叠处呢，再把这个黑色给勾勒出来，用一点点的去把它刷淡一些，与它的红色去做一点点融合，就相对自然。Looks pretty nice, yeah? 或许要从一个角度看，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好，有时候在镜头上啊，不是看得那么的仔细，清楚，这是有可能的。OK, 所以呢，要来这个界定一下是不是 OK, 哈。Alright,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很 OK 咯。好，那一样哦，其他的一样是可以用白炭笔下去作业。OK 哈，我突然发现我的监控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不清楚，这个图腾还有这个画面。OK, 看一下哦，监控看起来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清晰耶。啊，是网络的问题吗？到时候再来做一下确定哈。OK, 好了，那我们要来叫一下这个，跟自己夸奖一下。既然画得这么好看，怎么可以不夸奖一下呢？真的很好看呢，きれいですね，全体表面安静，可漂亮了，是不是好亮啊？非常的好看哦，你可以自己去做颜色上面的搭配，或者是原来的咖啡色，你就可以去运用它哦。请记得，原来的颜色还是存在的哦。这个颜色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中间值的颜色哦，非常的好看哦，好靓啊，有水有水哦，好看好看
I love it very much. 来，地宝们，我们还是要把它的名称写下来。这个名称叫做 Electing， 它是一个兴高采烈、非常开心的图案，让你可以有新花开的感觉，所以这个图叫做新花。我们已经来到了第59天了哟。And it's a 100-day project, OK? 记得哦，这些东西如果英文字在写的时候不方便，其实不用写的这么仔细哦。你只要写出你今天所画的这个时间点，其实上就可以了哈。我们已经来到了四月份的几号了？四月份的21号了哦。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希望呢，接下来的周末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哈。到了放假都是很开心的了 ，OK。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来，我们把这个放下来。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那个空间的部分，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呢，慢慢的去增加、去完成 ，OK 吗？那你完成你的作品的时候，请到缠绕书法补给站去做分享哦。来，缠绕书法补给站呢，目前有30,000多人的地宝们在这里面畅游于这个空间。你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作品喜欢的这个。心情呢去做分享之外，也可以到上面去挖宝、哦、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然后记得在分享的时候，除了签名之外，在你们文案里面请多加一个小老鼠蒂娜，蒂娜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透过系统去做一个通知，我就可以快速去帮你们做审核咯。希望在每一个审核呢都是非常的严谨哦，以免你们在这个群组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是来这边投一些奇奇怪怪或交友的广告了，老师会尽量去做把关跟删除，所以呢所有的作品都会一一审核。非常感谢大家的谅解，非常感谢大家呢给我很多的时间跟空间，也希望我们今天已经来到59天呢可以继续前进，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倒数了。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gonna have a lovely day whenever you are, and you're gonna have a lovelyweekend on the upcoming tomorrow and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所以明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周末了哈，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I'm gonna see you soon. Have a lovely day. Ciao ciao. Bye bye. Love ya.